今天天气很好，是适合战斗的日子。布罗尼亚很珍惜和圣弗雷亚的大家在一起的日子。布罗尼亚姐姐，希儿又想出去玩了吗？我们明天去哪里玩呢？Thank you.
狮子搏兔，一用全力。 却终归会遗忘的光景。阳光越是强烈，阴影就越是浓重。看惯了，却终归会遗忘的光景。 昼夜交替之际，正是吾辈行动之时。等你好久了，大姐。今天一起去哪里呢？阳光越是强烈，阴影就越是浓重。遵命，警长。一个不留。 小伤而已，这些还远远不够呢。遵命，警长。危险总是不期而至。这些还远远不够才这音乐能够。原来真的是这样，败在我手上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不用介意啦。 却终归会遗忘的光景。夜色是恶意最好的伪装。
看惯了，却终归会遗忘的风景。这些还远远不够呢。遵命，姐姐。作为你裁缝，我不去那个石头山，开始努力。遵命，姐姐。这些还远远不够呢。开始努力。遵命，姐姐。坚持住脚步，不会留下一丝生气。狮子搏兔，一应全部。遵命，姐姐。雷玉丸，外道六法，开！出其不意，是在家发挥作用的时候了。确认指令，正在前往目标区域。任务开始。危险总是不期而至，坚持的脚步不会留下一丝生气。虽然隐藏得很好，但的确能把石头杀了。遵命，进城。阳光越是强烈，地面就越是凝重。遵命，警察，开始移动。狮子搏兔，遵命，咆哮吧，雷玉丸，外道六法，开！愿那胜利的凯歌奏响。让乐声将你浸润。聚焦剑墙，返场时间。激昂的乐章。好，
让夜生将你禁锢。取掉剑墙。待会儿随歌起舞吧。返场时间。这份力量值得我永远珍惜。
任务开始。来，让这里变得更美丽些吧，跟紧我。接下来，来做点开心的事吧。
的气氛如何？这次的任务报告就写非常简单吧。Thank you.
我带队，你认真的。要出发了，罐头。哎，罐头，看他。哎，小心，天上要掉猫喽。生生不息。看这转，来个转动。罐头，看他。哎，哎，哦，哎。我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，雷鸣将至，袭雷，破破绽百出，李小桃，千仞一心，夫人，断兵不厌诈，来吧，万恶皆斩。雷光于此显现，隐没吧，急雷破，夫人断，破绽百出，千仞一心，生生不息。我们决定超越自己的命运。Thank you.
Pronia， 抵达战场。Pronia， 行动中。参与他们身上的攻击，都将由我看护这周。并听你结局的余音，于此消逝，尽情悔悟。于消亡之时，命运早已投下阴影，我也只是亦步亦趋。我不会再重蹈覆辙，在步入歧途之前，您仍有机会幡然悔悟。迷途的旅人啊，我来为您断绝万念。存于他们身上的东西，都将由我看护至终。并听你结局的余音，于此消逝，上前受戒，敬服于万般注定。凡事皆有定期，请允许我定名定字。主人，迷途的旅人啊，我来为您断绝万物，看看您未来的图景，我将在此全数实现。命运早已投下阴影，我也只是亦步亦趋。
今天的空气很凝重，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？漂浮着的姐姐都比希尔高了，希尔也长大了，